觉得对方在谈恋爱时是怎么样的人？如果我跟他谈的话，还是这样。你要跟他谈也是可以啊。我觉得他谈恋爱的哦。对。请问最想挑战对方演过的哪一个角色？柯震好了。好。Birdy 是不是？Birdy， 你确定？那算了。第一题，请问你们第一次看到对方的印象是？我其实什么时候看到你？杯子，这算第一次吗？应该吧。真直接，然后你说眉毛很浓，很像外星人。为什么是外星人？对，外星人。什么点让你这样觉得？跟他讲话，跟他这个人是外星人，应该是木星的，我觉得应该是木星的。你才像外星人吗？你是木星的，从木星来的。你会有这种想法，就是外星。木星真进化，木星华，蛮好听的吧？那你刚才是写真，然后直接。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，我是觉得他蛮直接的，就是很多想法都是很直接脱口而出的。对，对长辈或者是对圈内的地位比较高的人，对他都是用一样的思路，他也没有在说要刻意做给谁看那种感觉。一开始我是有吓到，可是后来我觉得蛮有趣的，就是对吧？并不会让人讨厌。我觉得是他的特质。然后我们常喝醉酒。你说你现在喝醉吗？好像没喝醉，但是前因为我感觉不到任何的一些，就是他想伪装自己，或者是多做一些什么。因为像喝醉酒，就会跟前辈乱说话，完全不会怕被人家说你没礼貌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。有啊，我怕哎、欸。你怕、啊？我是收敛哎、欸，我现在越来越收敛。有被讲过是不是？有啊，你看我今天的点头。哦。我觉得这种个性用来表演非常好。嗯，可是用在工作上面，其实就是你要小心，可能吧。哥哥嘛，因为他毕竟大我也觉得，嗯，他的话术蛮重听，但我觉得表演这样子，你如果像这样讲，对，就是很直接的。哦 ，OK， 那可能是因为我是台中人，跟台中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牵扯台中人，因为台中是台球。有人讲这句话，真的有吗？请问最想挑战对方演过的哪一个角色？对方哦、啊，对，演过的哪一个角色？哦，其实我是做工的人。哦，那你要别讲，是做工。我是做工的人，但我们还要，你是可以讲。你说你有去试？我试了，我把他那个角色有啊。然后哦，你试给他？我试。好，那我多一个，我试过任飞。那 OK， 成功。可是因为没有没有哦哦，柯震我应该原本有要试，只是没试，全部都在拍枪了。大家都突然互相试来试去的，因为你们年龄层其实差不多。还有什么？你还试过什么？大姐，他在跟你说不要再说了。无声，无声那种原本也要试，但我也没试。你是没去还是没去？就是柯震可能没去，但我唯一应该有交叉过的应该是那个做工的人。但是我现在是说想挑战对方哪一个角色，就是已经是他演了，然后你觉得哦那个角色我也真的好想演看看。不然柯震好了，柯震好了，好 ，Birdy 是不是 ？Birdy， 你确定？这算了。不敢演哦，对，我怕那些东西。我想演他哭悲的角色哦，因为我很喜欢类型片。他那时候看完哭悲，然后立刻跟我讲说：“哇，哭悲好酷哦，好酷哦。”然后我就在看着他，感觉不太会喜欢。因为那时候是任飞，我听到有他的时候，其实我还蛮开心。他比我适合这个角色，以他的个性来讲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就一直把他当成一个很良性竞争的对手，所以那时候也尽力做到那些，但就是后来导演说，在我的眼神里面有看到其他东西，就知道去做其他事情。你们两个有没有想演过那个偶像剧的霸道总裁那类的？壁咚，对，就是这种。我觉得那很不符合一
些真实情况。哦，你觉得有 bug 的，就不可能这样子。那就很不合理。你跟他唱歌吗？没有。那你有开过玛莎拉蒂？你都在这个里面是不是？有啊，你开吗？那你呢？甜宠剧。是什么东西？甜宠。甜宠剧就是一些甜蜜的恋爱的片段啊，偶像剧的那种。不用把额度跳那么高，一会儿会出汗。你像总裁吗？我看起来不太像总裁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下一题，请问彼此，请问觉得彼此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？哦，都蛮好看的。慵懒的个性，其实你也有一点点啊。我也有一点啊。对。但我很喜欢他，有时候讲话就是有一种那种感觉，就是。那种感觉，因为我其实，我看他北影那个，你觉得你为什么会被找来？没有，我随便没。然后他又说长得帅啊，还长得好看啊，还什么的，因为我很喜欢那一 part。长帅了一些。我觉得是他的武器，不是因为感谢我妈妈。他算是一个蛮不吝啬在镜头面前，就是肯定自己、称赞自己。我就是这样，就不会让人家觉得很多了。这我觉得是新时代的一个做法，一个方式。那静华，你会如果人家称赞你的时候，你的回应？我会很尴尬，会尴尬。对，他就是，我就会很尴尬。但我有时候也会变成他那样。好，那我现在问一题，朱轩，你知道你自己长很帅吗？曾静华，你知道你自己长很帅吗？来你了，觉得对方在谈恋爱时是怎么样的人？如果我刚刚谈的话还是这样，你要跟他谈也是可以啊。我觉得他谈恋爱的对，因为我知道他是摩羯座，我也有摩羯座基因影响。摩羯座就是，我怕得罪摩羯座。没事，对，我经纪人是摩羯座，经纪人是摩羯座。应该先讲我好了。应该蛮有趣的、对，可是也会有很多。未来可能引发成灾难，对，灾难 的地方，对，所以预言好的多，坏的也多。他应该蛮听那个朋友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蛮听另外一半的话，蛮理性的，会比较压一点，不太会表现出来，然后会着重在感情，不太会放在。好想跟你换心，对不对？我想对吗？我想，我很想跟你换星座。我想对了，差不多了。那也有坏的地方啊，就是太有时候太理性了，你好像没有办法观察到别人的情绪。很听女友的話。如果，对，这点还好，可能他自己可以接受的就好，都听你的。可是当有一点是他很坚持的，他就觉得不会。对，就是我觉得比较。工作跟爱情可能会哪一个比较重要？我帮你讲。我帮你讲。好，你讲。应该是什么啦？我觉得他这工作一定会处理的不错，但是感情的话会比较固执一点。是吗？好像不是哦，还是工作比较重要，是不是？差不多啦，口头上都讲工作很重要什么的。可是其实感情最重要。不知道，我每次到了可能那个关键时刻，我会绕回来。对，就是我们突然想笑。觉得两个人当中谁的屁孩成分比较高？屁孩成分，我吧，没有，屁孩超恐怖，就有时候会很给笑啊，给笑。就是别人不喜欢你这样弄，可是我就一直弄到别人生气完。哦，你是这种人哦？对，我是那种。比如说像记者会上面，你讲张荣荣的那一段。那你预料到他今天会穿那么性感来到记者会吗？我刚以为是假的。什么东西是假的？你讲话要注意啊，年轻人。没有，那是我不知道怎么称赞别人。他那天是真的很漂亮。对，只是我不知道怎么称赞她，但我又不想用一个很普通的方式说，哇，你今天好漂亮哦，这种，那个是假的。对啊，那我就不知道怎么称赞她，所以我在，其实母羊座很容易变，很屁孩。我很喜欢就是自己，我就说我，都是我。就他们有一个小孩的心的感觉。
下一题，请问两个人当中谁的自恋程度比较高？我之前比较自恋，演阿派的时候就蛮自恋的。你就不够，没关系，我海专阿派，我最海派，我们里面几个真的还好。请问你猜跟谁讲话？我觉得是我。我像有时候跟朋友去逛街，看到那个会反射的，然后我就在看自己啊，哇。哪里没有弄好没有？好。然后朋友说：“你会这样哦？”对，然后朋友说：“你在照镜子哦。”然后说：“没有啊。”对，就类似这种。因为我自己私底下跟他相处，他不太像是这种。我也无意间的就在观察自己。难怪你家镜子这么多。你有去过他家？有啊，他有看到。Oh. 我们一起吃宵夜打片。人生第一支广告的时候，我记得。广告出来那天晚上看了200多次，然后到了4点多才睡觉，就是可能上完厕所出来看一次，然后要去洗澡就看一次，然后洗完澡再看一次，好夸张，好屌。现在还是会这样吗？会啊，就是不知道，就是你不觉得很期待你的作品出来？会吗？我还好。最后一题，如果两个人一起做一件事的话，会想一起做什么事？骑车、钓鱼。骑车是骑摩托车，对，他最近在问我挡车，挡车是兜风挡，想试试看啊，嗯，对，我很久没骑挡车，念书的时候，高雄的时候，有一小段时间，哎、欸，高雄路都大，我很喜欢高雄的那个感觉，而且停车位很好找，对，台北好难找，烦，可能学生嘛，就哦，我的车很帅，然后什么之类的，不会，车我还本体才会，哦，本体，我最近喜欢钓鱼。那你们愿意跟对方一起去吗？有，我一直问他，对方跟我一起去钓，他说他不会钓鱼吗？对啊，我说我不会钓鱼。我想钓竿，我可以教你钓鱼。可以啊，哦，可以。挡车的部分，可以啊，我一定可以啊。我先问你啊，我买到之后再问，再揪。有需要的话再通知我们去拍幕后。有没有那个可以拍幕后？可以。真的假的？可以啊。好棒哦。好，你再通知我们。真的哦。好，可以啊。好。你们会不会有在紧张那个网友们的评价了？没有，因为我等一下肯定完，我现在肯定。哦。所以你不 care 别人评价你的演技？我想去肯定。演技部分我自己也不敢说啦，但我相信一定会很多人看，因为里面有很多好的演员嘛，对啊，仔仔哥跟明顺哥还有新国老师，就这些其实我觉得就是逆局的看点之一，很大的看点之一，对，所以我相信收视率一定会很好，期待两位的演出，谢谢。